变成像这样子蜂窝状的，你看见吗？哇，好，等一下我就要来做面包咯。这是高筋面粉，经过段时间之后醒发之后，现在我把它搓成一个圆形的面团，等一下我会把它分成大概六到七等份，然后做成小餐包。好，我就赶快来制作咯。其实做面包啊，我觉得跟做馒头有点类似。那现在就是要来放葡萄干咯。我们家比较喜欢吃葡萄干，想吃什么就加什么进去这样子。也感谢家人呢，没有很挑剔，做我自己想要做的，还蛮好玩的。那我这样子慢慢的卷，慢慢的卷，其实也是一种训练自己的耐心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慢慢去体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当你放慢脚步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看见更多的生活周遭，或者是你生活中所不一样的东西。经过这样卷卷卷呢，已经完成了。然后呢，我会再弄一点面粉把它再来搓圆一下。对，然后就像这样子一个小小小面包，等一下就会烤箱。经过烤箱35度发酵，花了20分钟，面包变大了。